彪悍的人生需要音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音乐一只彪。本期一起来看一下网红音乐有什么吧。李咏老师的过世让小编觉得特别惋惜，真的是天妒英才啊！这也让小编想起了另一位得了癌症去世的姚贝娜，她一直都是非常优秀的作曲家，直到参加了中国好声音，用一首《也许明天》让大家发现了，居然还有这么一位优秀的歌手，四位导师都疯狂抢这位学员。虽然他最后没有获得冠军，但是他依旧走进了大家的心中，自己写出很多优秀的歌曲，战争世界虽然不是最火的，却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。战争开始爆发的瞬间，整个城市里都呼吸信念。战争开始爆发的瞬间，整个城市里都起来起点。那个期待成为不知的少年，恐慌的眼泪慢慢不后来就传出了他去世的消息，因为曾经的抑郁和精神压力引起的癌症。当时所有人都很可惜，这么一位年轻的女孩，事业刚刚迎来上升期就这么去世。而他的一座风光唱的就是他一生中的感悟。几光，你眼中烟火。
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喜欢本期视频的，记得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